下午咧，我哋一样有好多精彩嘅。 新晋嘅 Mary 叫做小心 Mary 啊，人人咧都叫我做阿心噶。咁咧，我就系早排啊参加呢一个 Mary Search 啦，所以先至入到嚟呢一度噶。做新嘅一季嘅 Mary 可以代替开心 Mary 主持。<笑>我恨咗好耐噶啦，你知唔知啊？我好中意开心 Mary 噶，所以咧我今日专登扮成好似佢咁啊，似唔似啊我嘅样啊？不过咧。 头先咧，我拉走开心 Mary 嘅时候拉得大力得滞啊！我唔知我拉咗佢喺边啊，我有少少担心添。啊，呢度系边度啊？有冇搞错？人影都冇只嘅。哎，先生，想问下你呢度究竟系边度？这里是 JB 啊。吓？呢度点睇都似企鹅啦，系嘛？冇呃我啦。这里真的是 JB。 JB。 有冇搞错啊？我唔信，等我问下小心先。喂，小心啊！喂，你有冇搞错啊？点解都变成嚟 JB 啊？啊唔系，我咁大力拉你出去，我都唔知会拉到去左科噶。不过咧，你已经做呢一个 medical 啦主席做咗咁耐啦，系时候咧都要俾我哋呢一啲新人上一上位啦。 退休啫，我唔系咁嘅意思。吓，唔听你讲嘢。吸咗电话喎，有冇搞错？佢黐住自己系新人就无法无天无地，想将我变退休 ？No way， 我都系搵下旧兵嘅。好，等我依家就系搵旧兵先。不如咧，我哋依家就睇下开心 Mary 咧，佢带咗啲咩好节目俾大家。 冇错啦，呢一度就系我要揾救兵嘅地方啦。自从有一部关于机械人嘅电影播出之后，我突然之间觉得机械人先至富有正义感，机械人先至富有我要揾救兵嘅条件，所以我就决定要揾机械人做我嘅救兵。好啦，依家我就去揀下边一个机械人先至最适合做我嘅救兵。走。 其实揾救兵系其次，我最想探讨嘅就系马来西亚设计机械工程究竟发展成点啊？睇下佢哋可唔可以送我翻 KL 先。实验室紧紧急制，咁依家咧我哋就入咗我哋制造机械人嘅实验室，搵我哋两位专人同我哋讲解一下，其实咧大马呢一班制造机械人嘅精英咧系点样嚟，同埋佢哋从事呢一个行业究竟又系点嘅咧？咁就有彭先生同埋袁先生，你哋好。马来西亚。 跟外国的机器人那个分别在哪里？马来西亚跟别的国家比起来，算是不错，但是比跟日本、美国、新加坡，我们就落后大概10年20年。我们还是在大学程度，他们已经把机械人在小学、中学，他们已经开始学习这样的东西。我们才刚刚开始要步入中学，开始学习机器人。在马来西亚的机器人是多么没有小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我们。 马来西亚的机器人做得更壮大、更有用。我们就针对大学，我们就做一系列的那个产品，是专门是为他们学习机器人，所以他们可以学到机器人。希望说他们去到industry 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应用这些知识。唉，好攰啊，坐低先。嗯？点解佢有只跟住我噶？咦，好熟面口喎、啊，你咪就系阿陈？ 冇错啦，呢一个机械人咧就系头先我哋睇到嘅我的替身机械人。转个身嚟睇下，哇，系咪好聪明呢？阿陈，其实咧喺呢度咧就有见到一部手提电脑啦。其实呢一个手提电脑就系阿陈嘅脑嚟噶。咁要遥控呢一个阿陈，佢应该要行前啦，定系行左、行右，又或者系跟住呢一个主人嘅脚步咧，所有嘢都系操纵喺呢一个阿陈嘅脑度。 所以咧，呢一个机械人咧，佢绝对可以跟住一啲靓靓嘅女仔去 shopping 嘅，因为咧佢跟住你去 shopping 咧，你就唔使挽住重重嘅袋啊嘛，你只需要摆住一个篮喺呢度，然之后就将你啲战利品摆晒入个篮嗰度，咁就得噶啦。你话系咪好聪明咧？好啦，阿陈，介绍完你之后，我系时候要介绍你啲朋友啦，咁你先喺嗰度休息一下，饮杯茶等我啦，好唔好啊，阿陈？拜拜，阿陈。 佢要轉翻個身先，哇，拜拜。
再跟我们就详细的讲一下，你们曾经发明过的机械人有哪几种，然后有哪几种的功能？有几款比较可以在那个市场上用的，就是说，第一个我刚刚提过了，就是那个在过场搬运嘛。第二个就是那个我们叫做 mobile clone， 就是你的代替你，完全代替你。比如你在这个在这里，你要去美国开会，你不需要本身去美国，你把那个机器人送过去美国，他就帮你在那边代替你，但是其实是你在遥控着他，through internet。首先一个阿陈就嚟咗，一个阿橙，呢一个阿橙咧，其实就系我的替身机械人二号啊！呢一个我的替身非常之犀利，就系好似头先我哋所讲嘅咁，佢可以代表佢嘅老细，亦都系佢嘅主人，去到外国开会或者系见客噶。诶，佢好似有嘢要同我讲喎，咩话？哦，原來是這樣。由於呢我們的機械人呢，他剛才就跟我說了一些機械的語言，所以呢我就用廣東話來翻譯了。剛才我們機械人說呢，他不單止可以幫他的老闆去外國開會的，原來呢他都可以做私人看護的。例如如果你的屋企有些朋友或者是有些老人家在屋企的話呢，你又沒辦法照顧到他們，怎麼辦好呢？放阿橙在你的家就可以了，因为你可以看到你的小朋友或者是这些老人家在做什么，这样就可以放心了。最近有一个研发一个叫做无人驾驶飞机，无人驾驶飞机呢，它是用在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，比如说火灾灾区啊，水灾灾区啊，或者那些军事用途，他们要看到对方那个基地。简单来讲就是你在 Transformer， 如果你有看 Transformer 的话，你看到里面有一架飞机，就是他们要去看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们就放一架飞机过去，那一架就是我们现在研发着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最比较靠近的那个目标，是我们要先从中学小学开始，最终的目标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机器人可以代替那些外劳所做的东西，间接性的帮忙马来西亚，不需要把那些钱全部送出国，所以我们自己把那些机器人代替那些外劳，减少那些crime rate。所有的小朋友都有火车或者汽车的模型，我都不支持，我有它。这个小机械车只要输入特定的方程式，它就会跟着黑色线条行走的了，是不是很酷呢？最型的还在后面啊。外国的月亮特别圆，但是做完今次的访问之后呢，我就发觉到呢，其实很多马来西亚人都是一样很厉害的，很多东西马来西亚都是薄厉害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对机械人还是充满热情的话呢，就千万不要放弃你的这个理想了。可能马来西亚的科技呢就不够外国发达，不过只要大家努力，所有东西都可以完成的。在这里都要多谢小新 Mary 啊！如果不是阿心妹你介绍我来到这里，我都不可以见到这些这么 perfect 的机械人啊。好啦，既然你已经将我变成来到游佛州，我就去带大家探讨一下游佛州究竟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，玩足一日，等阿心你羡慕羡慕一下先，你说好不好啊？好不好啊？好好啦，现在我们去看看阿心究竟在做什么呢？